差不多一个多小时，接近两个小时，举重鱼快抽干了。哎，哇，这边一条，哦，这只几乎大吧？哦，这最起码，这最起码一斤八九十啊，给它欠揍了。哇，这边十几户好多，哈，哦，又是一条十几户。哎，哦，这条更大，哦，哦，这种的，这种的最起码一斤百来块现在。 赶紧斩获！哎哎哎，又是十几户，哎，这边也有，哇、哦，十几户好多啊！中了中了中了！哎哎，这边这边，嚯嚯，直板，哎哎，红金板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有，哇、哦，这条三连应该是有了，中了中了中了！哎，这边这边，哇、哦，这条大货！ 嚯，这个有那个绞丝半支撑的十九公啊，哇，这条大，哇，大十几公分应该是有。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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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都是十九公啊，我正在捡，我不看，来来来，斩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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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，这边，我，哎，斩获十九公，这个是实现货，嚯嚯嚯嚯，喂。 我跟你玩了，头一捏你就跑不了。洪金吧，哇，今天接连抓了两条，那这坑可以呀、啊，这坑可以。哎，哇，海里螺有漏，收了收了，这个海里螺记不了，记不记？给大全试了。哎，什么动静那么大？什么赛达主播？ 哎，这鱼什么赛达鱼货？闪电鱼，哎，哇，十几户，哇，今天这里面十几户都是很大，看，一条比一条大。哎，嚯嚯嚯嚯嚯嚯嚯，怎么货？嚯，来来来，嚯，这条，哇，大大鲨鱼啊，嚯，这猛货，哎。 我看一下有多长，哇，这条长啊！看，呵呵老长了，比我的手臂都长。看，哇，抓到这眼的猫长，可以可以，我看一下，最起码70多公分，最起码70多公分，可以，这是应该有个两斤多到3斤吧，3斤应该是有，给它先走了。这一条要是3斤的话，直接赚了。这组猫长大的这么大的，一斤差不多200。哎哎哎，有货有货，跑到哪里去？ 他妈的，已经那个，把那里哦，在这边，哦，发现十几公里还跑得这么快，上货，知道必须给他盘了。哇，螺好多、啊。 啊，绞盘器也多，赶紧，我们这边再找一圈吧。没有，就看周货。哇，那感觉来来回回的找遍也没货，那我们直接看周货。今天这坑绝对赚赚。走走走，哇，周货可以呀、啊！看这两条，这条差不多三四连应该有了，这条差不多三连吧，这条四连七连。 今年一斤300多，一斤300，算它300，200多了，可以了。然后这十几户，哇、哦，这么大的十几户，看下来没有没有见到过，这么大的很早，这种的一斤差不多要100多吧，这么大的。然后多加起来一斤赚它90吧，90的话，这差不多有1斤多，300多了。哇，今天最给力的是这一只，我、哦、看，比大全的总比还要长的大猛货。
哦，这个是时间货，这张金应该是有的。要是张金的话，这一条就可以卖个600多，一条直接赚。这今天看别看这些，就这些最起码可以卖个差不多900块吧，应该是可以没问题。那好了，那我这个抓紧拿回去给他处理一下，然后冷冻一下，然后感谢家人们对大圈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然后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